哦，过来了，麻烦你了。来，咱们走吧。哎，爸。蒋建国，回家。 你没听见啊？回家！啊，妈，妈，等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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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实在抱歉，不好意思啊。等等。 巴拉，我们自己走吧。巴拉，巴拉，折腾折腾，你就不能不在无理取闹了吗？我无理取闹，我今天是亲眼看见你跟那个狐狸精在一块儿的，我怎么无理取闹了呀？你还说说你又来了，你又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怎么胡说了？我看那母女俩都快修炼成精了，哎，还有那个女儿，那女儿一看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。我们两个。 我们不就是出去找个地方喝了个咖啡，聊了天，叙个旧什么？他又能怎么了你？叙个旧啊？你们俩叙个哪门子旧啊？你是不是那么多年了，你一时就没有忘记过他？你还喜欢他是不是？我看你今天你今天就是疯了是不是？什么？我是疯子？你再说一遍！我问你，到底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啊？你再说一遍，你我疯了还是你疯了啊？ 我看你就是个疯子！你敢打我女儿？你是不是想打死我好跟那个女人再续前缘？是不是？啊！够了！我的人生为什么会这样？我爸，还有张漾，我妈说的对。 他母女俩就是一对狐狸精。这首歌你会啊？太熟了！我就知道你那么聪明，以后啊，赚的一定比我爸还多。到那个时候。 会不会对我好啊？张扬，你他妈骗我！你还是爱上了那个黎巴拉，黎巴拉，黎巴拉，我这辈子都跟他势不两立。行了。 还没睡啊？嗯。燕儿，你坐一下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说。你是不是特别恨你妈？你错了。 他根本就不值得我恨。燕儿，你长大了，关于你妈妈的事儿，我应该原原本本的告诉你了。如果你听了，觉得能接受，以后就好好的对你妈。 如果不能接受。
我和你妈也不会怪你，要怪就怪命运吧。其实我和你妈还有许叔叔是中学同学，那个时候我只是学校里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，而你妈和许瑞阳却是大家公认的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可没想到的是，来了，两个人的婚事却得到了许瑞阳母亲的强力反对。谁呀？没谁。过去，过去。怎么了？这是？立德，你能娶我吗？孝顺的许瑞阳，最终还是选择了尊重母亲的意愿。在这个小城，未婚先孕可是件大事。哎呀，我这大孙子啊，早产，这奶水可都供得上。姐姐，哎，多吃点啊，好歹孩子。谢谢妈。乖乖，别哭啊，别哭啊，乖乖，走走。生活算是这样定下来了。我爱美娟，不需要任何理由，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事儿。她保住了名声、工作和她不愿意放弃的孩子，我觉得值得。可惜这样安稳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很久。哎，立德啊，之前怎么没有听你说过你还有个这么阔绰的上海朋友啊？我说我刚才还在想啊，你说你现在你这体育老师的工作也做不了了，是不是能让你这个上海朋友帮忙护你的心啊？啊，他来找你了。谢谢你。美娟，别哭了，我们会有自己的孩子，好吧？不，其实我早就知道他的心从来都没有在我这里。啊！别哭了，怪你爹窝囊，没妈了。美娟和许瑞阳回了上海。一年以后，许一出生。燕儿，其实这么多年，你妈每年都会来看你，但是碍于你奶奶，每次也都是匆匆见个面。你也知道。这些年我身体不好，你妈她明里暗里没少帮衬我们。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她对我们一直有牵挂，有爱。她现在一个人住在医院里，许瑞阳又没放出来，
徐毅又不敢回家，于情于理，我不能袖手旁观。杨儿，我知道跟你说这些，你很难接受，确实很残酷。杨儿，但是有一点你要相信，我一直把你当作我自己的亲生儿子。我在想你，你就出现了。你想我什么？想你所有的好。我一点也不好，都没有办法让你幸福。我一直在找你，去了医院，去了你家，你都不在。你怎么知道我在医院？丽儿告诉我的。我本来真的要走了，但还是觉得应该再来这里看一眼。别走，好不好？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但是现在你在我身边，我很安心。一起回北京，我一边读书一边打工，我要养你。还有孩子，我们的孩子。
亲一口吗？我要好恶心啊！亲一口，好恶心啊！我呀，老太太，你怎么还不睡觉？早睡早起才能身体好。你不是去美国了吗？我不去美国了，还是祖国好，我要去北京。你随便吧，爱去哪儿去哪儿，反正都留不住。老太太，你可得等着我啊，东城给我了钱带你一块儿去北京。看你脑袋真是有毛病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我真跟你照不了这急。冰箱里有鸡蛋和葱，放在锅里，晚上别吃太多，对胃不好。你可得好好的啊，等着我啊，跟我一块儿去北京啊。样，他睡着了，明天再来吧。我发现你啊，错的都是同一种类型的题目。只要找到规律，不难找到答案。你有许毅的消息吗？他今年是不是不回来过年了？说是不回来了吧？为我爱的人付出一切，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，在乎的人都不想受罪，谁对谁？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，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。我就是喜欢这么唱，我乐意。认怂了。这不叫认怂，这叫什么？叫什么？这叫祝他幸福。两个真正相爱的人在一起才幸福，而你这叫什么？你这叫只有心碎的份。你拉倒吧！哎呦，我知道你现在的心一定被张漾伤的，踩得快成粉末了吧？啊！我是被张扬伤碎的心，但至少我看清楚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而你呢，还像个傻子一样祝福黎巴拉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看看这个，全天下的女人在张扬眼里都是一样的，没什么不同。我很庆幸我自己看清楚了这一点，而你呢，还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。我黑人不打女人，最好现在赶紧迅速滚远一点。看完这个，我等你在我面前跪着谢我。
得嘞。看完他啊。好。我付出一切。那个，哎哎，你唱唱个香奈儿，哎。你不是都说了吗，巴拉婊子。你不是都说了吗，巴拉婊子。你知不知道他为了你连工也不打，还要养你，他哪来的生活费啊？我放弃不是我认怂了，我只是不想他活得那么辛苦。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你心里那个人现在在上海抱着别的姑娘。你不都说了吗，巴拉婊子，行了，你不都说了吗，巴拉婊子。你就让他骗我，他根本就没有爱过我，我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傻瓜。Thank you.
都说了吗？好了，了得。是不是你？是不是？是你害死我了，还有你，都是你！嘿，别打他了，是我。是我的错。是谁给他看的？凶手是你。是你给他看的。滚！给我滚！都滚！你管不管？我家人们走啊！我不走、啊。黎巴拉，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？我也很忙的，这么大点的地儿，你能跑哪儿去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不要白费力气，别做无用功。我没有想跑，我就是想去见个朋友，马上回医院。我是第一天认识你吗？我不是你妈。我知道骗不了你，我没有想骗你，你可以在旁边等着我啊，我就说几句话，马上跟你走。不行。我告诉你，在你肚子里这个小孽种打掉之前，你哪儿都不能去。你妈都已经安排好了，你到了美国以后给我发邮件，多洋气啊！快开。Thank you.
哎，站住！叫黎巴拉，黎明的黎，巴拉巴拉的巴拉。很快你也会很有名的，因为你正在泡一个很有名的妞。我们要永远在一起，生三个孩子，张一、张二、张三。老大要当一个科学家，老二要当一个文学家，老三要当一个歌手。我舍不得你吃苦，我可会变魔术卖艺呢，你信吗？你可别骗我，不然我把知道事情全说出去了。啊！师傅，巴拉，对不起，我很害怕自己走错任何一步，我不能失败。前途对我来说太重要了。要走了，要走了，要走了，要走了！你走了还会回来吗？你会带我一起走吗？你回来了，徐毅，昨天晚上打游戏打得很晚，现在还在睡觉呢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这位是，随便坐。想喝什么？冰箱里面有，你们可以自己去拿。我还得赶去上班。哦，对了，一会儿许玉醒了，麻烦你们告诉他，晚点过来就可以。最近店里人不多。学校，有什么事情把他叫起来问清楚，也许是个误会呢。我不想问，没有什么好问的。你别任性了好不好？我打了他一周电话，他一直不接。我辛辛苦苦找理由提前回上海，跟我爸爸妈妈卖的半死，结果呢，他跟别的女人过着舒舒服服的小日子。我真傻，早就应该明白，他根本不缺人照顾。你别难过了，
要不我先送你回学校，再来看他。我自己回去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你行吗？谢谢你，我没事。你先别胡思乱想了，等他起来，我让他给你打电话。在找谁？如果是在找昨晚在这儿的女孩，她已经走了。那我跟你说一声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丽儿带我来的。她人呢？我觉得你应该打电话自己问她，她看上去很伤心。你也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吧？我本来就不是外人。这是从老家带来的特产，你尝一下。我不要。上个学期你挂了四门课，开学补考要是不过的话，就要留级了。我建议你不要打那么多份工，我在你的卡上打了一些钱，够你用一阵子的了。你别指望我会感激你，虽然我正好缺钱用。徐毅，我知道你会说，我没资格管你，我凭什么管你？但是，不管你把话说得有多难听，我都会尽力帮助你的。哇，你是天使吗？来，翅膀在哪里？给我看一下你的翅膀。我大老远跑来，不是跟你斗嘴的。那你来干嘛？我是来帮你的。好，既然你这么热心，我怎么忍心拒绝你？别光说不练。这几张卡都已经刷爆了，你先替我把它们还清吧。刚才那个谁啊？我一个朋友。这个也挺帅的，估计也不靠谱。哎，不会啊，我觉得刚才那个挺好，看上去多老实啊。别瞎讲，他是徐玉的哥哥。哎，你说他们家这人怎么长得都跟那个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啊？你喜欢啊？介绍给你啊。他不喜欢这个类型。许帅，新年好。熊老板，新年好。新年发大财。谢谢。那个，今天我想让我女朋友早点下班，我想请他看电影去，可以吗？那你带搓衣板来了吗？没带。师姐，不过我带了一颗心。真恶心。我不得不说，师姐生气的样子也很美。你走吧，我还要上班。没事，我等你下班。你到底生哪门子气啊？死也让我死个明白。我有什么资格生气？你都有别人了，你还来找我干嘛？喂，你别质疑我的品味。
他是个乡下妞，他只是帮我做几天饭而已。拜托你相信我好不好？你离开我这些天，我觉得很孤独。这就是乱来的理由吗？我真的没乱来。你到底怎么样才可以相信？徐烨，我们还是分手吧。张扬说的对，你就是个小孩子，你需要的是一个愿意照顾你的人。我想我做不到。做不到还是不愿意做？徐烨，你说话公平一点。别一直说张扬，他说的话你就信，那我说的话呢？你为什么不相信我的话？你谁啊？我是雅西姐的助理小凡。哦，雅西姐现在在楼下开记者会，你现在还不能下去。那我什么时候能走？能走的时候自然会告诉你的。我已经开了请勿打扰，你记得任何人敲门千万不能开门，知道吗？能叫房内用餐吗？哎呀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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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吃什么你告诉我，我午饭的时候给你带上来。好，谢谢。哦，你刚才长得越来越像了，你是不是也照着他整的呀？我买了酒，你叫点吃的吧。
越来越帅了吗？你也越来越有气质了，大明星。哦，我应该叫你蒋角呢，还是蒋雅希呢？随便你，让你开心。这房间不错嘛。来。本来心情一般的，看到你就好了很多。喝完这一杯，心情会更好。怎么样？终于当上明星了，滋味如何呀？哎呀，要是没有那个心下的像个苍蝇一样天天追着我转，这滋味应该是还不错的。至花花世界，尽玩乐人生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呀，我赢了。你裙子这么长，我怎么看得出来啊？哎呀！好，这样看到了吧？啊！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谁啊？谁啊？姐，是我。姐，你睡了吗？谁啊？狗仔队来拍我来了。我睡了，醒了再找你。你觉得我唱歌好听吗？啊。你觉得我长得漂亮吗？男生为什么都喜欢我？你刚才长得越来越像了，你是不是也照着他整的呀？喂，你在干嘛呢？无聊了没？不用担心，我一个人出来逛逛，挺好。哎，我现在可能顾不上你了，我晚上也不能回家吃饭了。然后你有钥匙吗？带了。你现在怎么变得比犹他还婆婆妈妈？犹他没陪你啊？你忘了他要在学校准备比赛的事情。再说了，我不需要他陪。那好了，那先这样啊。拜拜。你们很有信心，我觉得你们的设计啊，绝对不会输给那些大牌。谢谢吴总赏识。菊姐，接下来就要靠你的了。我尽力而为。其实我觉得这款也不错。对，您还有好多款，这一款那个中长款的连衣裙，又复古又时尚。你今天去看那个广场觉得怎么样？还不错啊。等我忙完了这个稿子，我就可以带你出去玩玩了。不用了，我过两天就回去了。哎，怎么这么着急啊？不是说可以多待两天吗？那还有好多博物馆你还没看呢。我还是回去看看我爸妈吧，我一个暑假没有回去了，他们肯定很想我。不过也是，你看吧，我在北京，就等于你在北京也有一个临时的家了，你想来就来，随时来。你有熊胖的消息吗？没有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来北京之后就联系不上他了。
是能联系上他的话，就把我的新电话号码给他呗。好啊。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爱情吧，永远都在得到和得不到之间徘徊。赵老师，您来了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啊？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下次来，我要提前打个招呼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下次再回来找老板，提前跟我说一声，我好让司机去接你。没关系，我一个朋友送我回来的。再说我也不是天天这么晚。你朋友？我上次见的那个。嗯。他是做什么的？他是大学生，马上毕业了。现在我们在做自己的服装品牌，已经找到投资了。你好像很久没有去上课了。最近工作有点忙。过一阵子就好了。你的理想不是画画，要做一个画家吗？怎么突然甘心要做一个裁缝呢？我想先养活自己。好，你做你的品牌，我来投资，不需要任何人。不愿意？我怕麻烦您。麻烦我？对。我和米米一直都在麻烦您，您就让我自己闯一闯吧。如果真遇到了困难，我自己解决不了，我再来找您。我倒是希望您多关心一下米米，我对她很不放心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你不让我担心？嗯，我很好。很好。明天我要去欧洲，一个月以后再回来。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或者发短信。好。琪琪。嗯。我的耐心是有限的。如此狠的下心，就是因为他吗？放手。你放手？你知不知道他很疼？是我的你都要抢是不是？那也得先问问他，他到底是不是你的。那这样吧，你让他选，他放开谁，谁就自动滚蛋。今天对他来说很珍贵，我不想毁了他的舞会。是吗？那很简单，你就滚远一点。圣诞快乐 ，Merry Christmas。
老实告诉我，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这样的时刻？你的身体背叛不了你的心。雪夜，你必须承认，我们的恋爱很失败。可我们总要从失败中学点什么。你有听说过有一种舞叫圆舞吗？不管你换多少个舞伴，总会跟最初的舞伴相逢，别无选择。我可以有。愿闻其详。如果选错舞伴，我可以永远不再跳舞。你真的舍得吗？让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你没走，礼服不能白做。我想一直就这样抱着你。嗯，
不过我想先等我处理完一些事情吧。很重要的事吗？对，很重要。我希望以后可以坦然地面对你。小绿，徐玉在吗？你出来一下，我话跟你说。谁啊？老子玩的正开心呢，放开！我让你出来。你管不着，放开！你看看你都是什么样子了！你凭什么管？关你屁事！你太自私了。我自私，那你呢？瞧人家女朋友的感觉很酸爽是吗？没关系，我送你，她也不是什么好货，随便玩。怎么样，心痛了？她这种人还心疼什么？你再说一遍试试。我说你们俩很配，一个婊子，一个人渣。有些事情是时候告诉你了。是我让巴拉去追你的。你说什么？我和他有个约定，只要他追到你之后把你甩了，我就跟他在一起。我利用了他对我的感情去骗你。你撒谎！巴拉明明……我一直以为妈为了过好生活才抛弃了我和我爸，明明我们是同一个妈，
为什么过着千差万别的生活？凭什么你什么都有，我却什么都没有？你不要再说了，我不想听。所以我决定要报复你，我要让你一无所有。我得不到的，你也别想得到。我叫你闭嘴！我对不起妈，对不起你，还有爸妈。你以为编这么烂的东西就能刺激我？别做梦！停车，我要下车。这里不能停车。我叫你开门。行，我给你靠背。你别过来。徐烨，你要去哪儿？你不要过来！徐烨，我告诉你，这些不是为了刺激你。我知道我伤害过你，所以我现在想要弥补。我不希望你和我犯同样的错。我知道我错了。帅哥，改天见。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你害我害的还不够吗？为什么告诉我这些？你凭什么毁掉我最后一点回忆？到底怎么样了？我把心里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。舒服多了。你们动手了？没事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感到很不安。我也是。可能需要时间。我懂。我送你去医院吧。不用。
去药店买点药，自己清理一下就好了。那我陪你去药店。好。是我让巴拉去追你的。别动，还没弄好呢。你也是，他下手这么狠，你就躲一下呗。承认错误这件事情，其实并没有想中这么难。我没有想过许毅他会原谅我，我只是希望他不要重蹈我的覆辙。这个秘密在我心里实在藏得太久了，就像一块发炎烂掉的伤口，现在终于可以把它揭开，慢慢恢复了。你真勇敢。你是在夸我还是在骂我？夸你。真的，换作是我肯定也做不到。你凭什么毁掉我最后一点回忆？知道的事情越多，痛苦也就越多。我这么对他，是不是太残忍了？我是不是太自私了？真相才会让人成长。许毅需要长大，这件事对他来说是件好事。有的时候，我希望时光能够倒流，一切可以从头开始。但有的时候，我又希望时间能够过得快一些，把那些不愉快的事情都忘掉。怎么样，都是矛盾。
好的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这几天不要沾到水，小心伤口，早点休息。我先回去了。外面雪大，你就睡这儿吧。你睡床上，我睡地上，省得我们来回送。睡地上，你受伤了，你会着凉的。小耳朵，晚安。晚安。小耳朵。站着别动，我不想再等了，你呢？医学专家证明，甜言蜜语一定要小心左耳听。
一会儿呢，你自己上去，我还得去赶火车呢。其实你没必要送我，我以前也是一个人。以前你不是我女朋友。我想送你去火车站。不许。可是。别可是了。你自己上去，我在这儿看着你。怎么，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？我很怕。你怕什么？我怕我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。我也是。还有，我害怕失去。我也是。你不在身边，我没有安全感。我一直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。我也一样。那就让我们一起慢慢学习呗。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？好吧，最后一个，不许再问第二个。你是什么时候爱上我的？从你爱上我那刻开始。你很狡猾。知道就好。夏朵，你要再不上去，你狡猾的男人可真要赶不上火车了。上去吧。很久以后，我回味此情此景，才知道这不过是一次分离的练习而已。在甜蜜而脆弱的爱情里，我们都这样不断地在练习，练习失去，练习承受。练习思念。在重重复复高高低低的预热中，走向我们最终的早已既定的结局。我现在最愁的不是我那些书，反而是我那一大堆衣服，真不知道该往哪里放。你呀，你是不是找了一个卖服装的男朋友？你要是找卖家具的，我看你还得在北京多买几套房子呢。对了，我有熊胖的消息，你要不要听？要。他现在跟他姐在做化妆品生意，上次我在淮海路碰见他了。他就问你好不好，有没有谈恋爱，对你很关心。切，那你说他怎么不自己打给我呀？他手机号没有变，你也可以打给他呀。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哎，你要来北京实习，张漾高兴坏了吧？我准备提前去，给他个惊喜。来吧，宝贝儿，北京欢迎你。我不知道未知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，我只知道我对他充满了期待。北京，我来了，你欢迎我吗？怎么样，这车不错吧？挺好。哎呀，我们现在也算是有车一族了啊，搬到这个新的办公大楼，接下来咱们就可就势不可挡了。啊，是吧？然后，哎，我们把车上东西搬进去，你呀在车上慢慢陶醉吧。好的，好的。来看看，
这地儿你看多好啊，那么宽敞，那么亮，啊！办公桌我已经给您搁好了，以后咱们开会啊就在这儿了啊，不错吧？不错，安排的挺好啊。啊，我这两天去趟上海，把合同给签了，他们催了我好几次了。行，你去吧。哦，对了，你上次让我给你看那个精装房，我给你问了，随时拎包入住，啊。行，我回来就把定金给交了。嗯，明儿来北京，必须有地方住啊。哦呦，这么幸福啊！啊，张扬，当你女朋友还挺幸福的呀。你缺不缺男朋友啊？缺也不缺你这样的。哎呀，佩然啊，这些秋冬装，哎，怎么剩这么多？你别提了，这季卖不是很动啊。咱们不是换了新模特吗？客户就认咱们夏季季。那你，对吧？怎么办呢？你把夏季季再找回来拍点呗。他现在是有名的画家了，再当模特儿不合适啊。哦，对，人家这周有个画展，让你去，你得记着啊。我记得，帮我订束画。啊，行，好吧，看看。怎么样，阮浩，捯饬的？终于摆好了，累死我了。喂。